声，星姑盖的掌声，欢迎天王主持人郭子乾、白云。谢谢，哇，感谢我们今天在场的贵宾呐、来到我们这个电视歌仔戏《嘉庆君游台湾》的记者会的现场。这个白云，你要知道，今天啊这样的记者会的现场能够在美孚大饭店举办啊，绝对是个大喜哦，那肯定是大喜啊，对对，你看整个造型，你看我们把乾清宫都搬来了，哎呦，对，有没有整个乾清宫的造型？我们乾清宫，而且是宫廷打扮啊，以时代清朝为背景。你之前呢、啊，因为时间不够啊，不然呢、啊，整个紫禁城都要搬过来。哎呦，这不得了啊！所以说，肯定了、啊，我们今天这个记者会的阵仗，就知道我们是一出大戏要推出了。是的，也就是我们的电视歌仔戏《嘉庆君游台湾》。哎，掌声鼓励一下。好，那既然讲到《嘉庆君游台湾》，是由我们陈雅兰歌仔戏来制作。是。那你到底你跟陈雅兰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又来演？你看不出来我有来演吗？我、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我跟你讲，基本上是这样。他上一出这个《忠孝节义》，我们就有参与了。哦，你有参与。那、这一次《嘉庆君游台湾》，你也有参与，我也要参与。而且呢，我还是演一个这个算是在民间呐、一个小姑娘啊。我是演一个姑娘。所以说，看到白云的演出，就知道我们台湾制作环境的艰困。找不到美女啊，也知道找她充当了、但是也滥竽充数也是不错的啊，至少我们可以把画面剪掉，不是现场演出啊。你怎么会来？我怎么会来？开玩笑，我跟雅兰姐交情多好，是怎么，而且跟我们杨丽花国宝对不对？我每天都在她家打，那打什么？就是研究歌仔戏的文化。哦，对，在那打打聊天啊，打一聊。好，太震惊了！不是，本来就很震惊了。好，来啊！那既然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个《嘉庆君游台湾》电视歌仔戏的记者会现场呢，我们可以说是嘉宾云集。好，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贵宾，我们的贵宾。好，我们介绍是文化部长李永德部长，哎，挥手致意一下，欢迎。接下来介绍是影视局长徐宜君，欢迎欢迎。接下来是公视董事长陈玉秀董事长。欢迎陈董，这是影视组长陈淑满，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接着台视总经理周法君，周总经理，欢迎。接着介绍是我们台视的杨秋兰经理，欢迎杨经理，欢迎。接着介绍是国家电影及视听中心董事长蓝祖蔚，欢迎欢迎。接下来介绍是我们今天啊，借我们场地来办这个记者会的是我们美孚总裁李金俊先生，总裁，总裁，还有我们的美孚总裁夫人也到了现场。接下来介绍是我们兆丰董事长张兆顺董事长，欢迎。接下来是我们永达总经理陈庆宏，陈总经理，欢迎欢迎。接下来介绍是兆丰总经理蔡永义。欢迎欢迎总经理，接下来介绍金星集团总裁林炳文，欢迎欢迎欢迎，还有我们金星集团策略长陈茂佳，欢迎，接下来介绍是森宝董事长陈胜田，董事长欢迎，还有我们森宝的曹金玲小姐，欢迎，接下来介绍是我们公司总经理徐秋华，徐总经理，欢迎欢迎徐总。接下来介绍我们公视台语台的吕东西台长，台长欢迎您。接下来欢迎大金营运长张月荣营运长，欢迎欢迎。接下来是八大总经理王克杰，王总经理，欢迎欢迎。接下来是三立副总经理谢卫文，欢迎欢迎。接下来是三立副总经理洪任中副总经理，好。接下来是 DTV 的副总经理郑迪元，副总经理，欢迎副总经理。接下来介绍是龙华副总经理陈一军副总经理，欢迎。接下来人间卫视副理林慧云，林副理，欢迎欢迎欢迎。接下来呢 ，DTV 版权经理许志航，欢迎欢迎欢迎。接下来是艾尔达内容长江伟林，内容长，欢迎。还有
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群天庸传播有限公司制作人陈慧琳，欢迎欢迎。接下来是新来影视执行副总叶丹青，执行副总，欢迎欢迎。接下来介绍是联合数位文创董事长李彦甫，欢迎欢迎。接下来是联合数位文创总监张延琴，欢迎欢迎欢迎。接下来是我们放晴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赖祥新教授。欢迎欢迎教授。第二是我们 GF 执行长张家荣执行长，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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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我们玻璃股东洪秀凤女士，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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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女士。接下来我们主创团队啊，包括我们的艺术顾问洪明珠顾问，还有我们的制作人陈秀清小姐，欢迎。我们编剧张英俊。英俊 N R N R N R， 接下来我们的总策划吴汉欣，接下来是我们的吴敬诚先生，吴敬诚先生，哎，当然还有我们的设计群啊，一共都在十二桌，十二桌的座号是哪里？跟大家打个招呼吗？十二桌，制作群，设计群，设计群，好，哦，好的，那我们以上三位贵宾介绍完毕了，啊，还没有介绍到的，所以要介绍贵宾致辞。是是是是，对对对，我们欢迎，哎，哦，贵宾，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贵宾，我们欢迎行政院长苏贞昌先生。啊，大家好，我是廉政院的苏贞昌，昌昌昌，啊，今天你会使看到讲咱的冬奥代表团。啊、已经完整的回国了，所以我们一定今天你是在讲国语，原来是啊，我们是啊歌仔戏啊嘉庆君游台湾的记者会现场，跟冬奥没有关系啊，啊冬奥一个头两个大啊，又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有怎么样，一定啊，卖空气啦，国语艺术是讲。不管我们的冬奥或者我们夏季的奥运，我们不管冬天夏天，都要一致来赞助我们的传统戏曲歌仔戏文化，好吗？好啊！所以说今天啊，嘉庆君游台湾啊，啊，今天歌仔戏一定要来传承落去啊，由陈雅兰小姐继续传承这个文化，一直落去。一直到2022到2024，一直我要选总总总总之，我要尽我的全力，把我的力量统统奉献在歌仔戏的传承上。好啊，哦，谢谢啊，希望把这个啊，明天2月24号晚上台视频道嘉庆君游台湾跟大家见面。希望他的收视跟我的名字一样，收进去，咻咻咻，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苏院长，谢谢，哎，谢谢啊！介绍完这个行政院长之后呢，马上介绍很久没有露脸了，很久没有露脸了，大家要想看到他还真不容易，是我们的监察院长陈菊，阿哥记啊，是啊。不想到讲啊，我今仔日扮作白人外表，却被看到。恁真正，人讲啊，迄啰有天眼，有福眼，恁这人大家拢有慧眼，甲家己拍破者。是啊，人讲我阿局子啊，其实变相是我真感觉伊就是，我很少在荧光幕上露脸，因为我就是爱监督咱每一个官员。这就是我的职责，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讲到这华语，我个人与有荣焉，我是宜兰三星乡的人，三星乡就是啥？就是咱华语的发源地，你讲对不对？对。是，啊，咱这杨丽花、杨丽花、杨姐，伊嘛是宜兰的原山乡的，伊嘛是宜兰人，所以我们啊，大家拢是道面，你讲对不对？啊！你讲我平常时若无来，今仔日，卡咱讲无闲，那么是爱来，所以为了我们台湾的
歌戏，咱来拍片，我爱出来宣传一下，所以我支持咱嘉靖军游台湾，你讲得好无？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我们监察院长陈宇，刚刚厉害了，喂，蛮厉害的，嘿啊嘿，啊有哪一位贵宾了？啊，你卫福部部长陈时中来啊？今天呢，也非常的感动哈，因为再过半小时，我可能要去疫情指挥中心开一个防疫的记者会。部长，再六分钟就要讲快一点，讲快一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不重要我今天特地赶来这个嘉庆军游台湾的记者会的现场。但是我们疫情期间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疫的工作戴好口罩，勤洗手做好这个防疫的距离因为做好自身的防疫就是对防疫做出最好的贡献。但是不要在防疫的记者会上面又问我说要不要选台北市长不要再问了也不要把我跟林佳龙在做民调。部长对不起不要再把我把头号的敌人蒋万安。部长歌仔戏对我其实我最大的头号的劲敌就是陈雅兰小姐因为我们很怕防疫记者会遇到他的歌仔戏上映那我的收视率可能就很低还好我是下午2点听说他是晚上8点尽量错开比较不会相遇还是一句话我要赶快回去参加这个防疫记者会我们祝嘉庆军游台湾记者会现场成功圆满谢谢谢谢这个讲到艺术的传承接下来要介绍这位贵宾可以说对我们的文化还有艺术呢不遗余力在后面大力推动的文化部长李勇的文化部长好的我们欢迎李勇的欢迎部长来部长请上来为我们讲几句话我们谢谢陈时中部长早上欢迎部长苏院长陈院长陈部长汽车部长经济部长在座这个很多的贵宾还有朋友他们还在换衣服在化妆在座我们公司陈董事长还有我们那个台视周总经理还有我们国营中心蓝董事长然后公司的习总经理还有所有的主创团队还有各位媒体的朋友那在座的很多企业界的先进还有文化界的前辈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应邀来参加这个今天我们杨丽花小姐那么监制还有陈雅兰主演的歌仔戏嘉庆军游台湾尤其看到这两位王牌主持人可见的今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慎重那么我想就文化部来讲那么我们过去支持杨丽花小姐制作的宗教节义那么接下来支持这一部嘉庆军游台湾因为歌仔戏呢其实是我们民间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剧种那么过去呢也是在我们整个台湾社会呢留下非常重要珍贵的文化记忆但是因为最近在十几年了那么在社会的变迁那么各方面的艺术家逐渐的有慢慢的式微因此呢文化部呢就肩负起那么重新重振跟传承辅导的这样一个重任所以在剧种方面呢我们传艺中心呢有订定各种的计划来扶持我们歌仔戏团队这个继续那么去能够展演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传承所以我们文化部的文资局
每年都会有甄选人间国宝。那人间国宝呢，每年大概都有哈，我们歌仔戏的先进啊，都能够列入人间国宝。那列入人间国宝的意思，除了表扬他在歌仔戏这方面的专业的一生的奉献之外，最重要的是每一年和每个月啊，都会给一定的金额啊，就五万块钱，去传习两位传习生，传习生也有薪水是两万五。所以总共支持呢，连续四年到五年啊，那么这样的传承呢，让上一我们这一代啊的歌仔戏的各种不同的专业的能够继续传承下去。那么另外呢啊，我想在像我们影视局呢啊，对于电视内容的产制，歌仔戏呢也非常非常重视啊。所以我想两边的啊这个力量呢，共同来。不只是在剧种，在实体演出、电视剧演出呢，都能够得到他应有的展演的舞台。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文化部未来会更加重视华语的玩音乐家，因为咱未来哦会推广台语啦，哦台语啊台语呢，上重要些啦，用各种不同的客家话来推广啦，客家话来推广啦。这个傣语哈是歌仔戏的傣语哈精髓哈，它展现出不只是我们戏剧之美，同时呢也展现出语言之美，所以可以让很多年轻的我们的下一代哈，那么从歌仔戏当中呢领略到那傣语小碎小碧哈，而且依然啊继续来传承下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文化部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努力。最后呢，我想还是要非常的感谢啊，那么所有的主创团队，那么创作这么好的戏，也感谢很多支持的电视台，包括台视，还有公视啊，台湾好像也要继续支持我们政府跟民间力量啊，我相信戏界很多很多的支持，很多的力量，那么共同来努力啊，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多谢大家，谢谢没有的文化部长，各位讲几句话。好，谢谢，都是我的老板，都是我的老板。谢谢文化部长，谢谢。好的，那么刚刚文化部长也有讲到，我们这次呢，嘉庆君游台湾啊，在播出的频道是我们的台视，也就是在明天的晚上正式八点档推出。那我们这时候呢，就要欢迎我们主播频道台视的总经理。台视总经理，周法勋，周总经理，我们来主持，掌声欢迎来。周总经理，好，谢谢主持人。文化部局长，还有徐局长，公司的陈董事长，还有蓝董事长，好，各位贵宾，大家午安。那很高兴啊，这个由杨团长总监制。亚兰主演又制作的这个《嘉庆君游台湾》，明天晚上就要在台视的八点档首播。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八点档是很竞争的，那时段也很有限。但是呢，我们台视的黄董事长说，这个对台湾传统戏曲的重视比什么都重要，特别是歌仔戏的文化传承。所以，只是我们还有节目，我们就特别把它排在八点档来做全国的首播，希望能够给更多的观众来看到。那今天啊，各位看到现场的这些设备陈设，不包括在位主持人，还有后面的龙椅，这个都是我们台视珍藏而且独家的金子道具啊，表示我们的全力相挺。另外呢，在这里跟大家讲，更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为了嘉庆君游台湾，搭了一艘船。那这艘船有多大呢？台视的第一摄影棚200多坪，只装了这一艘船，就这艘船它有多大？所以完全就为了嘉庆君游台湾，我们全力相挺。因为黄总说，杨团长呢，不只是国宝，也是我们台视的台柱。只要是杨团长的作品，我们就全力支持，好不好？那就在这边祝福我们嘉庆君游台湾在台视首播开红盘，然后大家的身体平安健康，也借这个机会祝福所有的目前幕后的团队，大家全力的
投入表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罗马总经理，谢谢谢谢谢谢。哇，可以说我们台视啊，这个请全力支持这一部啊，这个《嘉庆君游台湾》啊。那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公视董事长陈玉秀陈董事长上台跟大家讲几句话，欢迎陈董事长，欢迎陈董事。两位主持人、李部长、周总经理，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亚南的《嘉庆君游台湾》的首播的记者会。那更难得的是我们歌仔戏的教母，杨丽花女士，她担任艺术总监监制。这有两个非常珍贵的意义，第一个就是由杨丽花教母到陈亚南，这是一个传承。在台湾，我们的传统艺术，尤其是歌仔戏，我们非常珍惜传承这件事情，也就是属于这块土地所孕育出来的歌仔戏，它能够永续的发展下去。第二个值得珍惜的是，这一次他除了这个传统歌仔戏的唱腔身段表演以外呢，他还加了卡曼。其实呢，这个就是要让年轻的观众们能够非常容易的进入的世界，所以我们非常珍惜他们创作团队能够想到怎么样去吸引新的下一个世代。这个也就是在这个传承的意义上，我们做了很深的研究。所以光这两点，我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24号晚上8点在台视的首播，一定是只要在首播的时候看，要继续看下去。那如果看完以后大家还想再看，在我们公共电视，还有我们公视台语台，我们会播出来。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共襄盛举，能够让台湾的歌仔戏透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尤其电视是一个非常大众化，让大家能够亲近的一种表演方式，能够让大家能够吸收了解自己。最后，我要敬祝在场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福收视长虹，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陈玉秀董事长，谢谢董事长啊，讲几句话。啊，既然呢讲到刚刚贵宾都有讲到，今天你看看我们打造的现场几乎是以清朝的乾清宫为背景，对，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所有出场的演员也要一一的介绍出来，而且都是古装打扮，宫廷的打扮。不是时装的，不是旧装，不能就我们两个，不然你就下去换服装。我们两个主持掉，不是嘛？要骑嘛？我们是穿越过来的嘛？穿越过来，你要越穿越，我可不穿越。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这个《嘉庆君游台湾》的主要演员出场，欢迎。第一组何佩云、陈怡珍。再来是王兰花、苏佩芳，接下来是康乃馨、黄义杰，再是罗玉琼、陈美玲，再是蔡云达、简嘉玲，再是我们的季丽如、林佩仪。好、哦，这个服装啊，这个服装搭配我们的时代背景啊，就知道我们是清朝的。好，嘉庆君游台湾，是的。皇上吉祥，啊，这是个大事，还真有礼貌啊！是是是，大家都先跪啊！好，然后来走个排场，这精心设计过的。而且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呢，一些啊繁文缛节非常的多哦，对啦、啊、皇上要吉祥，台语有都搞勒索啦，嘛没搞勒索，搞勒索，搞勒索，有好无歹啊，哦，哎呦，好，哎呦，喂，哦，啊，这个上活泼啦吼，这丽如姐上活泼。所有的这个古装的扮相呢，在我们这个大的宫殿上面呢，呈现出来是非常的棒。
接下来是介绍的。好，接下来介绍是江俊贤以及尤耀光。好，两位看这个服装就知道是奸臣啊，是不是？不是，是朝廷的大臣。朝廷的大臣，但是看长相应该是奸臣。哎，那画的也太真了吧！好，太棒了。哎呀，各位现场看到，你看看我们在以这个乾清宫为背景之下呢，我们两边呢是我们的皇妃还有皇子，皇子的造型哈、哦，哎，造型。对对对，那当然这两位应该真的是奸臣、啊、奸臣，但是不要紧、哦，不能如何要评定奸臣，对不对？那就这一位就厉害了，这位厉害。但是我告诉你，要介绍他们，介绍主角之前呢、啊，是听说啊，我们看歌仔戏的时候，不是有那种要小片头。啊、一般小片，以前我们看杨丽花歌仔戏、啊、那个都是杨丽花寡姨、哎、这时候我们因为传承的陈雅兰小姐呢，她也有小片头啊、哦、也有有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哎哎哎，来传统不从心，上感动上冰清，陈雅兰不欢笑。哎呀，有感情啊！用春芽兰有感情，是安尼哦。一个有传承啊，有感情，我听无上。有传承嘛，有感情，安尼哦。哎呀，这啊，这角度好。哎呦，哇！你看看我们这个才一转身、哎，我们就看到这个龙椅啊。哦，这个是龙椅哈、哦。哎，这龙椅、啊啊，哇！家里不够大，还摆不下哦。哎，那当然了、啊，门都进不了。而且这个龙椅呢，摆在我们这个乾清宫为背景的上面呢，哎、非常的恰当了、啊。哇，完了，哎，规个感觉气氛拢来呢。对，那看到龙椅就知道上面坐的是天子。对，对，国哥，哎，我摘掉，你坐去。哦，不呢，我台2024，没有的事啊。我们现在要为了要传承歌仔戏的文化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介绍能够登基的这位太子啊，到底是谁呢？不是别人，今天我们是嘉庆君游台湾的记者会现场，当然就要介绍这位了。可以说饰演我们嘉庆君游台湾里面的天子，也就是嘉庆君，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陈雅兰，欢迎嘉庆君。尖叫声不断，皇上吉祥，皇上，掌声鼓励！哎呦！哦哦哦！你看，哇！皇上吉祥！哎呀，母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哦，哇！这个后边这，哇，这个拍照起来非常的气势磅礴，果然是我们的大清帝王嘉庆君来到我们现场。好，我们请我们的所有媒体记者先生可以就近来拍照。哇，皇帝嘉庆君旁边有妃子，有皇子，对，有大臣，有大臣，这个画面非常的棒。好，那我们现在先视线先中间好了，虽然他是演嘉庆君，也要听我们指挥。对啊，我们要啊，嘉庆君请看前面，众卿请看前面，正方啊、哦。好，再来右边45度角，哎，右边的记者先生朋友们，好，那在左边45度角，好。
中下方也有，好，中下方，好，来，那个中下方。好，再补一张正宗的。其实看到这个画面啊，好喜气哦，好喜气啊，对啊，喜气洋洋啊。好，来，哦，对，众卿评审，来，现在嘉庆君要坐上龙椅了。哎，那我们记者先生。可小姐们可能觉得坐在龙椅上面可以再拍一张，哎，来，好，我们其他的这些，我们记者先生、小姐，黄飞，正是前方一张，那右边要进去一点的，右边再进去，右边要进去一点的，好，正前方一张。右侧45度，好，来，右边45度，这边所有的记者朋友，好，那边闪光灯不多，我们在左侧，哎，左侧这边，感觉还是拍正面比较好看，那我们还是正面吧，正面哈、哇，这种气势哈、等着拍完，待会啊、皇上要跟大家拜一个兔年的早年呐、虎年呐、兔年啊，兔年是早年嘛，拜早年呐、哇，家伙，哇，你感觉足喜气的。好，拍照完毕。好了，哎呀，哎呀，皇上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哎，啊，皇上还没说叫我们起来。爱卿平心。谢皇上。我讲台语，你咪讲台语。谢皇上，平心。来，欢迎陈雅兰。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各位贵宾。哦，感谢两位主持人，拄只已经拢替我介绍啊，我都唔免阁背啊。感谢贵宾，那个咱媒体的记者先生、小姐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金卡玉宝半价来光临咱嘉庆君游台湾的记者会，非常非常的感恩。而且我代表嘉庆君游台湾无前无后的工作人员，向恁说多谢，感谢大家光临，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因查甫的声就用的足粗的，因为我宣传甲拢骚声，所以这个声嘟嘟啊好。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化是社会底蕴自然而然的累积，然后推广文化却是人为的，需要社会力量的共识。这次我们嘉庆君游台湾的制作走向，产官学的合作，至于官方的方面呢，他给我们非常大的力量，不可或缺的就是资源的补助，因为歌仔戏的传承、研究、推广，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心力。有政府的支持，我们文化工作者才能无后顾之忧。这次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文化部，非常谢谢。我们只要制作歌仔戏，文化部都会补助，因为你知道我们非常的用心。挂着杨丽花的金字招牌，我都不敢有闪失，每天兢兢业业的。也非常谢谢影视局，也谢谢我们的组长，真的大力支持。当然也要谢谢我们补助案当中的评委，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跟意见，让我们一直在改进。他们说歌仔戏一定要让人家刮目相看，所以真的非常非常谢谢评审们的指导。接下来在学术方面呢，学术的力量其实就是要架构性技术化，让歌仔戏的培育，就是教育的培育，其实歌仔戏传承的都是忠孝节义，可以说对社会大众就是一个教育的正能量。当然也要精密的策略定定，所以呢，让我们的歌仔戏
可以发展得更缜密。非常谢谢这一次呢，可以呢就是跨界整合，我们跟上了科技的潮流，发布了 NFT， 可以说是八点档的第一个 NFT。 鼓励鼓励。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文化创新有更多的再生啊！非常谢谢我们台师大管理学院，还有我们 GF EMBA 的执行长张嘉荣先生也到现场，还有我们前 GF EMBA 的执行长赖香菊赖执行长，当然还有我们前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冯明珠冯院长，还有我们的媒体教母余香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在旁指点哦，我才能跨界整合。还有我们 GF EMBA 的同学们，跟大家挥挥手。好，没有你们就没有这出创新的歌仔戏。至于产的力量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为台湾经济打拼的所有的产业们，其实他们都很大牌。他们都不需要宣传跟广告了，但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有心的在支持台湾文化。首先我要感谢兆丰银行的董事长张兆顺张董事长，还有兆丰银行总经理蔡永义蔡总经理，还有我们美孚集团总裁李金俊李总裁贤抗力。哇，今天你穿比加庆军较金哦，吼，足缘投的，谢谢。我们感谢永达保金总经理吴文勇，还有我们的董事长吴文勇，还有我们的总经理陈庆宏陈总经理，还有我们的协理赖一轩，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申宝董事长陈胜田陈董事长，还有偷看一下。偷看一下，因为赞助商都在那，是做给大家报一下。还有玻璃的股东，谢谢，谢谢您哈。还有很多大家看一下，拢搞咱支持、甲赞助的。当然还有我们之后的策略伙伴 PG Talk 金星集团的林总裁，还有陈策略长，谢谢你们，你们产业的支持。然后我们一线的戏曲工作人员，就是在戏中呢演绎出精髓跟感动，让歌仔戏文化可以永续。所以产官学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子我觉得如果继续长期合作之后呢，我相信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歌仔戏文化永续发展的生态圈，让歌仔戏成为我们台湾的骄傲。好好，谢谢谢谢大家。兰姐，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官，你接我呀，兰姐。对，洪兄啊，洪兄，洪兄，洪兄，来呀，拖出去站，我们站去。今天好日子，免站。我们站嘛，阿伯单马在个站嘛。是是是，这个既然讲到产官学三方面的合作，但是主要在演出的还是你们这些演员嘛，对不对？是。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没有什么甘苦谈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哦，人讲假苦当作假补啦，传承真的很辛苦，尤其现在新兴的媒体这么的多，要让大家看见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所以真的要麻烦现场所有的贵宾还有记者先生小姐们，人八点钟哦，一摆拢做两三百集，啊，阮四年做一个三十集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不能让台湾文化丢脸，我们一定不能原地踏步，一定要求新求变。这个是国宝杨丽花给我们指示，我们也传承他的 DNA。虽然我们一直创新，但是一定要保留传统，才不失原味。好，保留传统才不失原味，这个太棒了啊！这样的注解来讲的话，由国宝啊杨丽花担任这一次的嘉庆军游台湾的艺术总监啊，在服装上面、音乐上面、唱跟演上面呢，都给了很珍贵的艺术指导。是啊，然后这次呢，因为我们要发表之前，明天就要播出了嘛，所以我们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面，带着演员疯狂的做宣传，从接地气的宫庙到果菜市场，
这个一定要去的，因为它是我们的基本群。是，但是我们要发展 Podcast 的五分钟学歌仔戏，当然还有刚刚提出的 MFT， 我们有制作一个小小的短短的影片，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哎，好哎，让我们走过必留下痕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欣赏一下。好，来，这段台湾的设计师来表达，这个是我们的 MFT 的影片。哎呦，前无古人跨界合作，歌仔戏加剑齿虎。限量100只，24小时完售，共同打造最潮歌仔戏。陈雅来跨界连城，掌声再次鼓励一下。谢谢谢谢，不得了不得了。嗯，对，阿豪兄，那都24小时完售啊。对，你要卖无啊？无啦，你那个搬出来要创啥？你要大家知影，你老人啦，啊、你知影要哪投资啦？那个少年的就搞投资诶，100只就完全就是一天。就完售，大家爱投资，但是我有你就好啊，你红熊啊，你要挂花车，我就挂来啊。这个小看咧放电，敢那小看机给无赔。果然让白云演出之后呢，有谄媚的作用啊，收视率应该提升一点啊。我觉得歌仔戏就是像部长说的，越在地越国际。然后我希望大家，歌仔戏不只是歌仔戏，它是我们台湾 Opera。要更国际化，所以这次的嘉庆君希望让大家耳目一新。好，那既然嘉庆君由台湾这次让大家来耳目一新的话呢，我们就要来欣赏这次拍摄的片段片花。但是，请各位现场的来宾不要现场拍摄或直播，因为我们这影片不要外露，好不好？请大家。保持合作，好，我们来欣赏嘉庆君游台湾的拍摄。你们得爱请红的，红兄，红上梯田，安尼哦，红上梯田，啊，请红上梯田，不用开脸，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哒哒哒，真正足歹，红梅红兄，红兄啊，红兄嘿啊，啊，红兄，咱边毛两个太监吗？喂，我不爱演太监。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嘉庆君游台湾的拍摄的片段。天晴雨滴，祝人生如戏，良好再见，最亮的手抓起。庆君，谢谢谢谢，哇，真的是拍得非常的精致啊！精致我是唔敢家己讲啦，我都讲，你讲多好的话。哦，我看就精致，真正就精致。其实我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希望歌仔戏不止保留传统的观众，也要让新的群众进来。那杨阿姨呢，对这出戏呢，可以说事必躬亲。她就是我跟你讲，配乐啊，尤其是配乐。他绝对不容忍一个腔跟一个咚跑掉。哎呦！只要跑掉，他就来重来。重来哦！当然，我们这一次也非常非常感谢台视，就是董事长黄松先生，他非常的支持台湾的文化，他希望说把这个忠孝节义的正能量散播到我们各个角落，甚至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我们歌仔戏。哇，这个陈雅兰小姐呢，虽然传承了这个歌仔戏的文化，但是我刚刚有讲到，这次我们天王国宝这个杨丽花小姐没来啊，你不看摄影机无一台翕咱的，但是我们媒体先生小姐，我们要不要到这边拍？从上面拍下去会比较好看，还是你们就要在那边？啊，我那边也可以、啊。我跟你讲哦，他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在公共场合出现了，真的是疼我啦！啊，足侪话，搁足侪贵宾，我无介绍着，是爱留互伊介绍，爱留互伊讲。啊，伊哦，敢那衫都穿足久的。啊，都这样嘛，无法度出来迎接部长哦，没有办法出来跟大家打招呼。现在已经 stand by 准备好了吗？哦，我们可以邀请他了啦，哈、哦。好好好。哎，那个那你媒体他们在这边这样拍照可以哈，还是要在后面一点？哦，可以哈，可以就好。好，
他在我们忠孝啊，不，我有个忠孝节义，对，阐述忠孝节义的歌仔戏《嘉庆君游台湾》当中呢，他担任的总监制以及艺术总监，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他出场。我们欢迎天王国宝。掌声欢迎国宝杨丽花，尖叫声，尖叫声在哪里？哎呀，哇，好年轻哦！你一年十八岁。跟部长敬礼，还有董事长、部长，还有我们部长，还有我们局长、局长、影视局局长、局长，还有组长阿满姐哈。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天王国宝歌仔戏杨丽花小姐。哦，这是皇帝较大，你有看无？这是太上皇。太上皇。喂，要讲话无声，谢谢，谢谢，感恩，感谢。哇，这么多人呢！李部长好，有握手啦。公司董事长、影视台视总经理也来了，谢谢谢谢，拢是足爱护我的。我穿甲，我真紧张，我起来是轻松啦。今天的主角是陈雅兰，你太上皇，我是幕后的主持人，那个主持，那个帮助者，推手，我是幕后的杀手，因为咧，这囡仔真乖，有啥物唔知就来问我，所以我拢教伊哦，逐项都教，因为爸母无教伊遐济，我教伊上济。我穿个，我讲一下，先讲一下。啊，我两个讲一下。我落去换高中再来讲啊。金姐，这个在人生当中，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我在出道的时候就参加了杨丽花歌仔戏，他真的是我的贵人。从做人的道理、演戏，甚至连画眉毛都要学，还有眼睛，还有男生的气概。所以你看他刚刚走的，我才学了60%而已，一度加起来，有无？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哦，所以我一直跟在他身边，啊，虽然他同意我创立了陈雅兰歌仔戏，但是我依然是他的学生，他依然是我永远一辈子的终身如父，我的贵人，谢谢。哇，赞赞赞！啊，皇帝金一个。欸啊、我要献花，我的花呢？我一束束，献花，献花，献花，多束的呢？献花你就可以休息一下。謝謝啊，你也已经搁啊准备花嘞？对对。我今仔日吼，确实吼，那我的场合我袂遐紧张，是伊的场合，讲部长啦，甲各位的长官要来，啊，我的亲情、亲戚朋友，这都唔免讲，都足熟啊。还有我们的李大哥总裁，美孚的总裁李清俊李总裁，当时对伊拢来，啊对，永达、赵峰、阿甲、赵森宝、大金，你帮我讲一下，我拄只吼伤欢喜，
袂记你讲大金董事长。大金董事长，我来女报话去，因为咱拢足熟啊，真感谢呢。要讲起来，后更真滴，互恁足疼惜。也阁有，我的感谢，阁感谢各媒体记者、小姐、先生、摄影师，我最崇拜。多谢一路几十年来对尤丽花的关怀，我来就是陈亚兰的关怀，希望你阁多多支持鼓励，谢谢。哎呦，太感动，太感动。最感谢的就是李部长，咱的文化对尤丽花甲陈亚兰。安尼一再鼓励支持，我抛着千万个的感谢，现场贵宾朋友，恁大家足辛苦，半价光临来甲阮记者会，这些人来伫捧场，永远难忘。我稍等下讲一挂笑话予恁听，要讲什么笑话？别让人哭笑不得，好不好？哎，我来讲一挂笑话。这是在今仔日的我的发生，为着赶紧哦，也时间超过，啊，其实讲即摆疫情，我喊你出来，较无运动，所以拄只紧张哦，足喘的。啊，其实哦，我足够骗人的，我遮济岁啊，还阁有法度行来到遮，甲恁大家见面，这是足欢喜的。我大哥就来啊，我奈何无来，吼、哦，伊八十几岁。为着这场，啊，着半工，今仔日穿表搁较水。伊是爱好咱的歌艺是第一只，还有我们在座在当时就甲总裁，哦，听着歌艺，拢一定无考虑的啦，来捧场做广告。我申报，我知影讲，伊足久无做广告，为着忠孝节义。伊就紧飘飘落来，感谢感谢。啊，你是点心？咱赵峰，我都哎赵峰啦。赵峰跟永达，伊嘛拢唔捌咧做广告。对啊对啊对啊。真正拢是为着支持文化。为着这个文化，会用讲歌戏咧，是咱台湾正正的。为着歌戏，拢是忠孝节义，传统的文化，拢是伫教好的。有诶讲代志发生。为了财产，去抬奶父甲抬阿妈，这实在哦。有一个囡仔讲，伊都要看歌戏啦，唔知安尼做。这就是一个笑话，这确实的。啊，今仔日咯，我讲要笑的是我老岁婆，为了要来赶紧咯，鞋哦一双，去拖一脚无够，遐要穿功夫鞋出来，家在来得及，司机等下提一个。好，谢谢，谢谢。亚兰姐要献花给我们的国宝杨丽花杨阿姨。啊，这上面花啊，这么重的怎么样？哎，我你提啊，翕相哦，翕相。哦，不不，你重。这是国戏的传承，最重要的画面。谢谢。我媒体，媒体，好，赞赞赞。心结了啊！赞赞赞！再一次啊，好。好啦，阿姨啊，金卡古诶，停留五秒钟，安尼翕相起来较好看。嘿啦，嘿啦，金了金了，停五秒，停五秒。嘿啦，我金完，我嘛要金哦，嘿。哦，鬼狼金，很可爱，很可爱。哇，鬼狼金。鬼狼金啦！喂，鬼狼金啦！你不是已经离开了吗？我穿越了，我从清朝穿越来这边。阿姨，哇，你好，你好，你好。你个花心哦！哈，嘿，你这是路边的土匪啊！慢慢问。我讲啊，你是嘉庆君哈？是啊。啊，那你就乾隆皇咯。哦，你看，你讲个大伊恩水。白云啊，杨阿姨讲哦，你在内底表演偌好，你知？阿娘，阿姨，感谢你啦。因为我有看，我剪接的我有看。阿娘，你甲剪掉啊嘛？你甲无啦，就是阿姨甲叫来讲，袂使这爱甲剪落去，安尼啦。我足感动的，哎，我是要补画面的哦。我
我难得可以跟歌仔戏沾得上边，拢是杨阿姨疼惜我，阿姊也嘛疼惜我，安尼啦。伊是啊，足认真诶，为着今仔日讲，伊特别要安尼表现一下，哎呦，换一个表现诶妆。安尼吼，啊，你起来要装啥？无啦，连咪就是因为。咱哦，我感觉咱台湾真好啊！啊，进前咱这个许多拄着这疫情的时阵啊，啊，你写迄首歌，你写会着无？嘿啊，我想讲，啊无，连咪，啊无阿姨嘛来做会跳啊！没有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出戏在拍摄的途中呢，我们刚好遇到去年五月疫情爆发，那整整的停工两个月。但是两个月的期间呢，雅兰姐呢？就为了看到台湾、啊、各行各业大家都很辛苦，所以说在那两个月期间呢，做了一首歌叫做《台湾好》。那《台湾好》的意思呢，就是希望鼓励人心啊，让台湾能够看见希望，然后各行各业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之后呢再继续的拍摄。所以说今天呢，要把这首写出来的《台湾好》这首歌呢，也在记者会上面呢呈现给各位。对，那就邀请杨，哎，邀请。你要落去啊？你要落去啊？我啦，我若跳来到地，这场袂煞啦。哎呦，你会跳遐久哟？哎，我一睏跳迄三点钟咧。哇，你跳得好呢！欢迎走廊来咧。好，那我就接一下，等一下再上来。接国宝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段宝莱坞式的歌舞，歌舞好不好？好，来，谢谢，谢谢咱两阿姨，谢谢国宝。杨丽花，你动作刚才我一个哦，哎，规定的呢？哎呦，真正规定来呢！哎呀，哦，来！哎呦，我们现在这个乾清宫的广场上面呢，聚集的我们一些皇妃、皇子，还有我们的北贵婆，白云啦，我白云扮的就是卖贵婆。来啊哈，啊大家都看，啊对啦，咱这疫情看你较紧过嘞哈，啊哈，来大家跳了这首《台湾好》来祝福大家，来老师，哎。掌声鼓励啊！台湾好，小阿仔，金瓜就对哦，来来起啊，年轻啊，台湾好，是好。中间呢穿插了诙谐、轻松，而且带来希望的这个歌曲啊，这个画面呢，除了白云之外呢，统统可以拍摄。但是很抱歉，白云就在中间哈、哦。那我们继续拍摄啊，我们希望我们台湾更好。虽然在我们的疫情期间呢，我们中断停拍了两个月，但是这部《嘉庆君游台湾》再次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用《台湾好》这首歌曲呢啊，来鼓励人心，让台湾看见希望。再次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我们所有的皇妃还有皇子带来精彩的表演。谢谢。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又要再请皇上还有太上皇上来？因为我们媒体要访问啊。哦，媒体没有。啊，拍照，我们要拍照。来。那我们请有关有关单位呢，请我们的贵宾上来一起来合影留念。